同学们，老师今天心情特别好。你们谁带了手机？不如我们自拍一张留念一下。老师，我带了。我也带了。老师，用我的吧，我的像素比较好，拍照既清晰又好看。老师，我也带了，还是用我的吧，这是我新买的手机，绝对好用，包你满意。而且新手机的像素非常好的，老师你就用我的吧。咦，用我的，用我的，用我的。老师，我拍照技术可好了，我把你拍的眼睛又大，脸又小，还把你的小尖下巴给你拍出来，我把你拍的跟仙女一样美丽。还是用我的吧，用我的手机给大家拍照，简直是我的荣幸。还是要用我的，我的手机拍照像素好，你值得拥有。你们的手机没有我的手机贵吗？我的手机可是我老爸给我买的最新款。老师，别听他们的，用我的。你们呀，你们这群小兔崽子，上课带手机的一律没收。明天把你们的家长叫过来领，我就顺便跟他们谈一谈你们最近的学习情况。表妹，我们完蛋了。老师，你又套路我们这些可爱又单纯的孩子，哎，真是防不胜防呀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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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喽。你们的学校让带手机吗？快快评论，跟表妹一起分享一下吧。